你没有拿葱饼给你，所以书就还是在我们家。葱饼老板，那个你最正色的，你是葱饼老板。我就知道，天哪，西瓜拔了会跳出来。我你是在攻击了。飞机大师。我们在讲别的事情，他们听得懂就。成功，我拍了一个飞机人。葱饼没开，所以就。那阿妈就以为是葱饼老板。是阿姨。